香烹小青虾。香烹小青虾选用的原料有青虾400克、葱末10克、红椒丝50克、姜末20克、葱白丝50克。调料有料酒10克、香油20克、水淀粉10克，另外还有盐3克、味精5克、干辣椒1克。这道菜在制作的时候，青虾加盐，再加干淀粉拌均。放入热油中炸酥，另取碗放入葱、姜、盐、料酒、水淀粉调匀。虾炸酥时，倒出沥净油，锅放少量底油，倒入辣椒、煸香，倒入虾及兑好的汁，迅速的翻炒。芡汁浓稠时装盘，点缀上葱丝和辣椒丝。香烹小青虾制作的关键是，青虾要清洗干净，炸虾时油温要掌握好。它的特点是酥、脆、鲜香、咸、鲜、微辣。